大家好，我叫许曼文，我是非洲党，我来自刚果库，我的梦想是来中国，在2022就到中国，我的老师来接我参观了很多博物馆，那个一个大师，他叫黄晓明，他就开始喜欢木雕。 但是我知道，我很喜欢越南。我的梦想是，在毕业的时候，我想在一个特别最好的。 大师，我会做很多的作品。我还想学那个画画，还有中国的功夫。我越教越发现，想要学习很多，我想把它给我家乡的文化融合起来。 中国很好，我希望我的家人都能过来看看。